天是1月3号星期四，我身边的呢是我的好朋友音乐好伙伴金子，他手里拿着的乐器呢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尺八，因它的长度呢一尺八寸而得名。这个乐器呢，在中国的唐朝呢，传到了日本，并且逐渐在日本兴盛起来。哎，这就是尺八的声音，祝大家一天愉快。